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集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89集。今天来给大家做一款原生形态的大黄蜂的玩具，它是官方的 Deluxe 等级。这个我算是一看到宣传图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决心说要买了啊。主要还是它的一个载具啊，是一个 G1 里头大黄蜂在赛星上面的一个形态啊。当然了，这个被一个带底贴呢把它给贴住了，所以各位看不到。那么合绘的话呢，倒是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有点漫画的风格。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一张脸啊，跟这一张脸很明显是不同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感觉是比较后期，很多电玩系列的或者是相关动画系列的大黄蜂啊是比较瘦的，啊，在 G1 里头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类似比较圆的一个脸的一个感觉啊，也就是这个形态。所幸呢，我们的玩具呢，确实是做的比较像 G1 里头的一个形态。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呢是一个没有让我失望的玩具。全部的内容物呢，就是画面里头呈现的。它的说明书呢是橘色的底，那有一点消光的感觉啊。阅读起来呢还算可以吧，算是眼睛比较不会有受伤的感觉。那它有很多的这个透明橘色透明的这个能量棒，全部都透明件啊，应该是5根。那么呢，它这个比较可惜啊，它不能够握到这个拳头里头啊，它的这个拳头里头的这个洞呢是无法去握住这个的。那一很多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盒子啊什么的话，都是用一个把它给抱住或者是夹住啊等等之类的一个握法。那各位知道一下也就可以了。这几个能量棒平常没事的话呢，我应该会把它收在盒子里头啊。比较可惜啊，就再给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孔洞很明显是扣不下去的啊。那么其他的配件就是还有一把枪。那这个枪的话呢，在握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插到底啊。如果你插到底的话呢，就会举不起来，插到底举不起来，这很奇怪啊，明明是要举起来才能插到底啊。这个的话呢，必须要把它稍微拔出来一点点啊，这个枪的一个握柄，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整个拳头呢是做一个水平的一个握持。另外的话呢，则是一个飞行背包，飞行背包的内部是空的啊。然后呢，组合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从这个地方扣下去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真的是黑人遇到樱花妹，黑色对黄色的这个组合，那比较紧一点啊。那拔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去留意一下，因为后面这是一个透明部件，那我也感觉，因为它后面这个地方呢是涂漆涂上去的。总而言之呢，在拿下的时候还是小心一些些。那后面有一个孔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是非常轻易的啊，可以给它弄在一个飞行背包，让它有一个浮空的感觉啊，甚至是一个飞翔的一个样子啊，都是可以的。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一个诚意度呢，以现在一个官方 Deluxe 等级来说的话呢，我认为还算说得过去了啊。那关节的紧实度呢，必须要给予大大的击赏啊，非常非常的紧实。你看这样晃它还不动啊，非常的非常的紧实啊。然后它的一个背包啊，这一块部件呢，好像是没有办法卡紧，它一定会这样子动，比较怪啊。还是说我什么地方没扣到，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再来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背包，因为内部是空心的啊。如果说这把小枪你真的不想拿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勉强，这说明书上没有提到了啊，但是你稍微切个角度啊什么的，其实它是可以，我记得它是可以扣得进去的啊，这样的硬把它给塞进去，这样一来就可以完美的扣在背后，然后拿出来是非常简单，稍微甚至像捏一下它就会弹出来啊，非常的容易。那么这个背包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啊，给这个 OP 来弄啊，你会发现呢，它是恰恰好的，是可以背得上去的啊，当然就不会有好事发生啊。为了避免霉运的发生啊，我们就尽量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摆放。那我们的话呢，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它跟这一个，我本来要讲 Voyage Class， 其实它是 L 级的这个 Atomspy 的一个身高比啊，非常的协调。但是各位，我希望各位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要觉得 G1 的 Bumblebee 它个子就很小啊，应该是说呢，这个玩具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千万不要以为它比一般的 Deluxe 等级还要小啊。如果你拿出 SS 的这个，你就会发现，我靠，他们居然身高是一样高的啊。OK， 我只能说，真的是被骗了。我真的以为他个子要很小，但是 ，OK， 这画面是会说话的，非常残忍的一个事实啊。那我们的话呢，接着来看一些他的一个细节了啊。首先的话呢，是一个胖胖的一个脸啊，
然后面部的银漆感觉稍微粗糙了一点啊，并没有涂得很漂亮啊，还是有一点黄色的部分，鹅黄色给透出来。胸口的话是一个假胸的设计，Autobot 的标志，然后这个啊水蓝色的一个车窗的一个涂装，手臂平举没有问题，然后转动起来就是非常紧实的啊。这个手在拿摸这个手的时候的感觉有真的是有一点 MP 的一个感觉啊。当然了，这是一个赞美的意思啊。内部的空洞呢也还是存在的，腰身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的，然后脚前后左右踢、侧踢这个关节都非常的紧啊，然后膝盖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这个地方是可以扣紧的，没有问题，扣紧的。脚的话呢前后有一个伸缩啊，然后也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那脚底板应该非常的巨大啊，所以这个人物的站立性是非常非常良好，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机器人的状态下呢，我对它唯一可能比较不满，就这个背包好像是不能够完全卡紧，尽管它的关节比较紧实，平常也是不会晃了啊，但总是少了一点点，把它完全扣得更好的一个感觉。我们接着进入到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环节啊，拳头收进小臂里头，这是不用特别说明的。后面这个背包呢翻出来，然后这一片部件呢再继续往外翻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这个时候先把它给捏平。也没有问题啊，整个先把它给揉平啊。那么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胸口这块部件呢，整个往上提。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由于它的一个关节都非常的紧啊，紧到你在变形的时候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手的啊。特别是这个地方内翻的时候是非常紧的啊。那在翻手之前，我们先把腰翻到后面去，然后手臂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折进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是有一块黄色的凸啊。要这个时候换我们。对不对？换小日本，反扑日啊、黑人了啊，就黄色的凸进，黑色的洞啊。然后的话呢，这里在一个本身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同样是黄色的一个凸跟刀的一个结合。好，到这儿吧。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变形腿的一个部分啊。腿的部分呢，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脚啊，这个地方啊，脚这个地方它是有个松动关节，把它整个拉出来，整个拉出来先到这就行了啊。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啊是一个 C 型扣啊，C 型扣这一块部件有时候比较容易掉啊。如果你的变形的一个手法呢，不是很 OK 的话，就容易掉。先翻到前方来啊，然后呢，后面这个地方，这块部件啊，在这里有一个锁扣，把它打开，先翻到侧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动作啊，利用这里的一个松动关节呢，把这里的这一块黄色这个凸啊，给扣到这里面这个黑色的这个也不讲黑色的洞，它是说有一个黄色的洞，里面有个黑色的凸跑出来的地方。真是太奇怪了，然后啊，这一侧的话呢，大概就拼凑完成了。那么这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部件双动关节整个拉出来，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呢，就先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扎进去，扎进去之后还要往上推一下啊。这一款的一个有某些角度的话呢，并不是所谓的直接90度或者直接180度，不是啊，它都是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个角度啊，各种奇妙角度的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啊，整个给捏好。后面这个部件翻折出来，好，到这儿。接下来的话，我们呢把这个脚的话呢做这个这样子一个翻折，往内翻啊，做一个有点像是内八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就是膝盖这个地方翻折的话呢，我们是翻折它膝盖这里是一个松动关节哦，我们主要翻动这个关节，把它整个的往上翻上去。翻上去之后啊，这里有个凸啊，要这扣进这里面啊，把它给卡进去。然后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从这过来。把它给卡进去啊，好，把它卡进去。哎，这一块球形关节啊，喷溅了啊，无所谓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地方的喷溅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容易去发生的啊。听说长得帅的人喷的越多啊，还是说喷的多的人长得帅，我也不知道。anyway， 好，那组合到这啊，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往下盖下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凸吧，这个凸。啊，要卡进这个凹槽里头去，但是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很奇怪啊。我看这个有几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开箱啊，有些人扣上去之后呢，非常的平顺；有些人的话呢，就还是会有一些裂缝啊。那以我个人的话呢，刚好综合了他们两者，我这一侧扣上去之后呢，非常的顺，但是我这一侧的话呢，就不管我怎么去调整啊，总是差了点意思啊，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密合到。非常漂亮啊，非常的可惜啊，没有办法像另外一侧一样。那有时候呢，调整一下之后的话呢，会有两侧都变得不好的一个情况出现，算是这个模具呢，我在把玩的时候一个让我比较痛苦的一个点啊。
明明应该是能够扣得很容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款的一个容错率，感觉似乎是比较低了一点点。我们来看到这一款原生形态大黄蜂的载具，再次强调啊，这个两侧这个缝啊是可以完全密合的啊。只是说呢，我这一款的话呢，不知道是我没有变到位，还是它有什么通病，我一直没有办法完成。那它的一个身上呢，最大的视觉上的缺点可能是这一代有色差吧，这一代是透明部件，上面去涂上黄漆的，但是呢压的没有完全过去啊，所以变得有一点柠檬黄的感觉，跟前面这一些鹅黄色的塑胶啊，其实看得出来是有一点小差距的。不过作为一款美版的这个 Deluxe 等级啊，这个就不用特别在乎了啊。底盘可以看到大黄蜂的表情啊，完全是铺路的，但是这个我不是很在意啊，细部的一些刻画还是都有的。那么呢，它的一个透明部件就是这个驾驶窗的部分了，进气口在这个地方。那后面的话呢，也还有也算有一点造型吧，这个还算是有一些小刻画。然后它的一个飞行背包，如果按照这个盒子的上面的一个盒绘啊，就是叫你直接架在上面啊，然后呢这个武器的话啊，直接扣到这里啊，其实是如果说有两个枪也就算了，只有单边感觉是比较奇怪啊。那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呢，刚有跟各位提过了啊，这个枪的话呢是可以收到这个啊背包内部，你可以把它直接扣在上面，或者是说你懒多一点，你直接把它放在桌上吧。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可以把它扣上去啊，就干脆让它简单的啊做出一个类似浮空的感觉而已，这样放在桌上还勉强的能够吓唬人吧。然后附带的这一些这个透明部件的能量棒就没有什么在载具上没有什么可以互动的了啊。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呢，我认为这一款的原生形态的大黄蜂呢是还蛮能够达到我觉得可以推荐的一个标准的啊。变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乐趣性啊，难度也是有一点点，那整个把玩下来的感觉呢，关节都是非常紧实的，唯独呢就是这两侧啊，我记得我刚开始变的时候好像能扣到啊，后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慢的扣不到位了。总而言之，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一款 Deluxe 等级的 Bumblebee。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